来到我的生日 party， 今天的 party 叫做趴七七二七生日趴，简称趴七趴。今天呢，就是请各位穿绿色的衣服，不知道有人知道为什么吗？妈咪，那个圣派翠克节。游戏看谁最了解我，哇塞，真的假的？毕竟我们也共事了一段时间。然后呢？冠军跟主持人拍照啊，只有前三名有奖品，所以希望大家就是踊跃的参加。第一题就是我的英文中文全名是什么？我的第一题就很难哎，我会，打完八九成他就出现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等一下，后面你中文要两个字很难哎。那个星空球会知道吗？星空球，星空球，有人很有自信。我吗 ？OK， 我有自信。Patricia， P A T R I C I A， 然后 H O 的佩璇，佩是人部的佩，真是没有部首的璇。讲了。今天如果要喝康泰的话，我会点什么？我每次都点这个，我在康麦没有点过其他饮料。绝不是 B， 我就是 A。我也觉得不是 C， 我也觉得是 A。我觉得不是 C， 答案是 A。我的 IG 名称是哪一个呢？简单。呢 ？B 跟 C 差呢？对啊 ，B 跟 C 不一样哦。台湾的选择 ，C 一定是 B 啊。C。我想听丽夫，我刚刚七七叔，我想听你的见解。有一套逻辑，我想听。很有正大的推理。可是丽夫从刚开始到现在全会做。他姐姐不会跟弟弟合照，但是妹妹会跟哥哥一起合照吧？我近期在网络上购入的产品为何？我知道。你先，因为我要，哦，你要走了，你要走了，我猜 A 是奇怪。你不要我。天亮秒我。为什么？还听我的问题丢到是什么？谁问的？哦，算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衣服品牌，裤子就是。他从袜子到眼睫毛都是。KTV 最喜欢点的合唱歌曲。啊，真的假的？这个太难了吧？这我知道。哇靠！他说：“可以问一下这是从谁的歌？”哎，不行哎！加拿大人，加拿大回来。熟？没礼貌。他也是加拿大回来啊！他还是加拿大人 Boston 哎。啊，答案就是，老板要回答。屋顶吗？这是最后一题了。你有没有考虑过他们的理想型？对啊，这就是。哈哈哈哈哈！谁最接近我的理想型？请问年龄吗？身材算吗？身材也算。哦，那我很难呢。你不是有在选？我选完了，我走了。哎呦，我记得你。你对几题啊？我猜是羊肉呢。大家麻烦送出提交，因为我要看分数。好。等一下，这个是我们要认真争取的，还是争取的会失望？不行，我不能先公布奖品。哎，我十分哎，九分的可以先猜拳。你们两个，我们两个九分，哎，我九分，我很不得了吗？还蛮不错的，还蛮不错。你们两个先猜拳吧，争取第三名。好紧张，加油啊！三，我到石头布了，怎么会是一二三？我居然记前三了！我天哪！剪刀石头布，你刚说布，冠军跟主持人拍照啊，第三名，还有证据，你虽然没有去拍照，塑料姐妹。
我的表情让我很不甘愿吗？对。然后第二名，第一名是纸面过来。第一名啊，可以凹那个。第一名的奖就是呢。哈七七利用券，你确定吗？我是老板哦。本人都有最终收款券跟活动权，哎，谁工作量过高跟我说，取消活动之权利。哎，什么？礼拜天要上班了？我是香瓜一杯了。怎么可能香瓜一杯？我要保留这个。他是肩膀很痛的时候，我再跟你说，好吧？生日快乐！你要跟那个哈七七利用券照着拍在一起，很可爱耶，我觉得很可爱耶。哎，我觉得我很适合拿到这个。我是偷哪一个？对，为什么会有这句？对啊，就是、欸、你变懂哎、欸。对啊，一发在那里进步哎、欸。他刚刚在吼吼哎、欸，他刚刚在吼，你有没有在听吗？他是气话还是？但我有点开心哎、欸，我们气话变强了。设计也蛮好看的。我作业又在跳，作业为什么要跳？好像很认识你，又好像没有认识。不是，好像知道那些，知道也不会怎么样。生日快乐！欧耶！哎，这样结束了、欸，这样很可爱耶！要不要？大家也拍一张拍一张？好啊！哦，对啊，我们来拍一张吧。